为了进一步促进国际上创新科技发展的交流和作品分享，澳门创新发明协会特意在澳门科学馆举办第六届澳门国际创新发明展，展览设有发明比赛、讲座和交流会，希望透过活动加强世界各地的发明家、青少年和企业家分享他们的创新科技作品。通过本次的活动，来自国际的青少年企业家创新发明互相交流分享，积极推动科普知识，促使本澳的学术进步发展更有广阔的前景。有参展商认为，创新思维的初衷目的就是便民利民。咁拼音输入法咧，好多时都系用嘅，但当佢打唔到，即系意思即系话咧，佢读唔到音咧，就打唔到噶啦。咁所以咧就呢、這個輸入法咧就係啱啱可以補佢嘅不足啦。咁佢就算你知道佢嘅讀音咧，都打得出嚟嘅，而且好簡單。而嚟自內地中小學嘅創新發明，亦都係今屆展覽嘅亮點之一，為青少年提供咗創意展示嘅平台。我們書包的那個肩帶那裡有一個按鈕。然后通过这个按钮来控制到我们连接到一个单片机，然后单片机有我们事先输入进去的程序，然后来控制到整个一个模块一个运行。展览由7月13日起一连三日在澳门科学馆举行，各式各样的自身发明，快啲把握机会去睇啦！